几点啦？回几点？来，我讲，他就收了八块来，200块两包。我说钱当然要找，不然谁要找啊？来啦，外公还是收俩，我不停收啦，然后给免两包啊。我你看我。来，你提几千啊？超大块的排骨酥啊！哦，今天不要买200，好不好？我收6个就好了啊，这两块两包。太大我都不要了，来我要吃白酒酥100块，100块6个而已。哎呦，来100块，我必须我太不能买。来小姐来，谢谢，来100都我了。好，不要去柜台呀，不要你猜啊。抬起，我不能超收。几个就是几个了，6个。来，他过来三回，哎，行情搞起来，规箱拢袂大好。伊讲伊今仔透早拢看袂看到行情，你无逐礼拜有呢？来，有要食这来，哦，没问题。我这上两个礼拜有卖过一次，哦，来，可以吼，要甲食甲欢喜煞。对啊，头家了到要死个，食甲欢喜煞。你点没了，我还要头家，要不要去？鳕鱼哈，好。手工的葱抓饼啊，非常的干啊。他说你给看看，好干。好重哦，伊内底5片了，但是足大片哦，哦，很有重量哦，来，200块来一个给200算一斤啊。你要来斤点，两个够的就对了吼。规家囡仔食到欢喜，一个人200，唔免200来大号的。一两三四五六七个人的，来100块来。100块两包，来100块，来后边这爱收哦，好，这停，等来，来，大家收一下，好，不要紧，我等下再处理。那个有呐，来后边大姐爱买哦，伊徛伫后边可能拢买袂着，好，阿收啊，好来，从左边100，紧来，来3杯，来3杯，来，直接做蛋，我做袂爱袂着，直接蛋买还没拿到，来，刚好你抓的时间。等一下，我要买排骨。哦，排骨，铁路猪排吗？猪排的。哦，猪排掉。来，上面看到，来，大哥没看到，大哥没看到，你怎么被收啊？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没有啦。来，泡菜够吗？行情请我来，请我来，行情好，大家找你交欢喜来，500块来，要吃红裙的快点。500的。这昨下晡杀好诶，这透早我不会来处理这啦，这是昨下晡杀，我按冷却之后种起来，不然你们这边我行情不早可以来，来，我把锅转到这边了，3个客人买掉了，加一下是红裙的快点，来我帮，来你3个妹妹的，来我帮的来弄我的行情，来我帮的500块来，一人3-4个，来哪边？来我发工，两个而已哦，好，我们两个不要走。我走。来我发弄好了，去找你报名了。可以了。我看这报名了，我袂当做行情最高一个。来，俺两个要加你弄下行情，5、4、3、2、1，哎，两个两嘛。我加个3家，哎，大哥好，都袂离好不好？都袂离好不好？免二啊五啦，200大号的。我这帅哥做干脆，啊大哥嘛做不过来，来100块啦，来收100块啦，三只都免100，行情动作太紧，比太紧较少。啊，廿几只蒜头鸡是要怎啊？两点。你开工点干嘛？要开鸡。来，有要食蒜头鸡泡菜锅饭来，弄来。阿爸碗，阿爸碗，来。鸭肉碗是谁的？鸭肉碗，来加4个，加4个。来阿爸碗，来小姐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来，好不要。来泡菜锅碗，非常好。啊，快100块，100块泡菜锅碗。今天6块有泡菜锅碗哦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昨天才拿的。哇，快点哦，那我被收了。来，没人吧？有吃过我们家泡菜锅碗就知道它很厉害，煮火锅煮汤，100块来的，没人吧？来，泡菜锅碗几包？开起来。嘿，真正厉害，明天你做。这样子给钱，你让不让？那我最怕他过完这番交代呢。来，七八，最后两个人。阿伯，我两个中包。
一百块泡菜购买，耶，百块，工作买到了吗？来，去吧，来，谢谢，来点菜单，给他，我没有风扇，你得处理回来，我一点。你去给啊。来，加低吧，来，开水。他说了，后面可以加低吧，说多少每一天。来哈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咸猪肉哈，你们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，超好吃的，而且它都切片切好了。是，你们几条我嘛有，我是咧客室咧，让你看，不要紧，很好吃哦。顶礼拜我做卖啊，足侪人买过来，顶礼拜买着我的咸猪肉，切片切落去。啊，食未？好食不？袂歹哦，我刚才都讲袂歹，搁一礼拜。来，安尼我卖卖三百，卖卖你啊，讲两百，这样买少，减低吧。有人给我看。我无想要挂水。啊，简单的了，再来。一包的，五斤哦，包五斤，五个人去吃，买两百来吃，还包我，还一包的，一百块来，减低吧，一百块。一百的，好抓好吃，两百块哇，你来去一百块的，全猪肉一百块的。好吃你看都买啊，好吃都买啊，你看，来咸猪肉一百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卖两百，来今日来一百，意大利面出出来哦，要吃就快吃出来，哎，阿你走伊个都，啥一包一包，我敢啊，我敢熬夜要熬一包，老三包我得啊，他们俩讲一包一百块，来好你好。来，我来吃鸡吧，一百拢有啊！几个？八个。来，一百个。都爱开玩笑的你。八个。找一个，然后来八个嘛，哎，最后两个好不好？两包一起卖一卖了，大哥六六嘛。你想个无用钱，我全部拿到钱，没事干，全家都下来。一百拢最后两个人给鸡蛋，一百两，一个头一斤蛋。来，叫个阿公。这里也卖呐。我今天我都有位啦，来十个十个，二啊，十个十个啦，二把给你先包十个，那个这什么啦？什么鸡？你帅是咩啊？黄皮鸡，我青龙这里，金给啊，金给几个？来鳕鱼来，别掏钱给啊，还算老给上这里。大哥啊，后面点菜人好。一份一把，一包不了几份。来，把这双份了。一包五份吧。你要这一口香。来排骨双扇贝，来排骨酥，来谢谢，来抓起来，来接下来，哎，今天你古巴佬卖更加无，我被我被打掉一几摆啊！二来刷你五百来，鳕鱼中壳来五百块，来两块，来三块，来四块，真正都够的，来五百都来七块，搁加对来，来鳕鱼五百块来，赶快哦，动作快来五百块，来你几分几分得？歹势啦，我爱卖五百，我靠，才有上好面啦。我也卖一件两件，再一件两百百，我咧卖啊啦，来五百，我后壁这。来最后一位，鳕鱼五百块啦。来最后一位，你要不要鳕鱼？来五百块而已，来五百块。最后一个客人，来五百，来这件赶快上你来，五百块，吃不完哦，吃不完没办法，哎，我无多人难做。嗯。要姐妹妹出台啦。别几文钱啦，来赶快赶快。猪排啊，姐姐来啦，花旗根啦。鳕鱼呀。你们猪排呀。猪排哦。对啊，一起给啊。一起给三百，不要紧的啊，来两百过来。好的。今天不要卖你们三百，两百就可以了。一包两斤，每斤两百，多少啊？一包多少钱？两包哩，来两百或者一起给，两百干贝的哦，干贝鱼翅根哦，好吃哦，来两百块来，一起给两百。来光地光，来这边的仪器跟动作快，等八块。来，爸爸找你。我这个钱找爸爸。来找你哦。有啦有啦，也算多啦。哥，你来搞来搞，我看我看台，我不吃这样嘛。你搞没搞对吧？好，不吃好。来三百给你。可以搞事呢。还有鲑鱼，鲑鱼出大地，来一千斤两百，最后谁人？两包四斤三毛，来两百块，来过来没有？来，这谁拍谁？哦，我家去打波叔俩，啊，你有功夫该进。来，阿妹吃多哩，来一口吃来，阿夹皮巴你敢吹？几条？
你若全部拢伫我后壁，咱就先来听。我爱先讲你管啊。这个是牛肉吗？牛排哟，来来，来一口吃多少钱啊？帅哥好点，来牛排两百块的牛肉火锅片。正来找辉哥的拢拢有这店嘛？来啊，两包两包的，不然了，出钱了，下辈了哈。来，这包搁送你啦，来，今日三包两包都啦，免三包。妈咪阿姐，一个鸡两包，等于啥啥的，等于叉叉的，等于猪尾骨，大好的。鸡腿肉卷。一个鸡筋圆呐，两包包牛排呢，这没低吧？一百块的，一百块来。牛肉火锅片来，一百块两包，一个人两包，来，今日一百块的。今日今日动作快。你的钱摕出来啦，到我家啦，你爱行就面那边哦，我买一个。是他讲小王子，哎呦，水哦。来，进来。牛肉火锅片。对。你记得，我现在为你也讲不出来。小王子。那个是一口乌鱼子。来，进来。谢谢啦，小王子，谢谢。对了，感谢阿姨啊。来，牛肉片来哪边？来，大哥来。来一千的。来一千的来，一千的来，大哥你点票。我你今日带人五，大客牛肉片一百，够人多看了无？一包就一百了，牛肉片，纯红的，两包，没包哦，没两包，来一包了，牛肉片都有哦。好，那我先来，大家几位？来，哦，你今天这么晚来，来牛肉片一百块，来，大哥帮我记住，来一包，真的没浪费的。牛肉火锅，火锅牛肉，好，都有了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。一口一口乌鱼子来，来三包，一包三包，多好价啊！这行情给了，就我们新打港哦，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人做的了啊，啊能别能包了，能包我包，好、哦、可以了啊，那我比较紧了，来能包我包，一口乌鱼子，我包了，我今天一包得三包，能包的我包了。很好吃，我没有骗你。等一下喊一千的，我不要喊五百了，五百太慢了。我被刚被笑啊，等于一千块，那被我爸喝，都有人推荐嘛，来一口乌鱼子弄完哈，很好吃哦，来，多利来，来牛奥良鸡腿鸡肉卷五花三叶，我弄五千块，跟谁呀？没有，大哥把给一人一一开了，他钱你敢借我给，你来。来，我吃多利鱼三百，一公斤鱼啊，我两百块来，请求几位多利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看到了哦，这个没有刺，也没有骨，也没有皮了，你回去怎么煮用？煎那用，除了红烧猪、蒸猪嘛，拢不切汤，这样买一包好，我也卖给你两百块啦，我大家试试啊，这个肉真的很嫩哦，你不输算你哦哈，来，所以你要吃多利鱼，这样一包一公斤。免两百八块的，一百块来的，一百块来多利鱼，一百块的，今年再多买两包。来，今年啊，多利鱼一百块啊，来大家都买两包。买的真贵。你看大家都买两包啦，我是了汽车，但是大家无咧买一包，我买两包。来，多利鱼一百块。上面没有标单。包我先包你啊。上面没有标单。来，再弄两包。来，三妹。好，请帅哥到边来大哥。来一包一包啊，一百块一公斤装的哦。来一百块最好出货的两根，蒸哪肉、炊哪肉、烤哪肉、猪蒸哪肉。来一包过来，一百块，拢有啊，一块卖完了。一包拢有卖掉啊，多利鱼啊，还袂卖个手啊，我一包卖一百两呢，一两百呢。来蒜头片。来要吃蒜头，记得快一点哦。哦，这么贵钱啊？你喜欢干啥？我喜欢。我以前去也做加油，上我这边去了。我以前。你放点啦。还是你话还是袂记，你还个水饺讲一排。哦，因为我头壳吼，我看到大下来时阵，他好，看不到里面几公克。你不讲，我还没叫我上班呢，我走来袂，伊还我袂得无得头壳。蒜头鸡，这大 OK 哦，大只的哦，来，你会借来三百，这两只只，多只了哦，看到不？无啊，多只蒜头鸡了，拢无啊，来只，没三百，伊啊我都，这样只只，来两百块啊，两百块蒜头鸡，
都好吃。来两只。好啦，无啦，你收只好，后壁好啦，后壁有啦。太油膏，我先当个饼牙开。我来三只。来，后壁一只。好，后壁。啊，三只鱼后壁，鱼后嘴。啊，再等一下我落来，有你安尼看吼。来，山猪肉来，山猪肉来，200块的。你吃山猪肉，刚给你200。无半下要吃山猪肉200。上要吃山猪肉100块来的。买几块啊？你买几块啊？就对了。100块，大家拢买这个山猪肉，这样收无先。有我知，两块啊。鳕鱼鲑鱼的，鲑鱼先，三只不啊。拢做厉害，拢会买两块啊。不厉害。来500的来，看这个。啊，还有一张500的是谁的？两块对吧？第二个一块。15号的，这里够吗？刚好、哦。来刷地吗？来。我都得两块来哦。两盒的。来，请来啦。来1盒的。来，两盒，我加2盒。来，大哥来，两盒，这里面我两盒。来，差不多给了，刷地吧。来，后边没有，给掉，还没给掉。来啊，刷地哥抬开啊。刷地嘛。阿伯见到还是阿伯买一个，阿伯见到，好好来，有啦，拢客叫恁烦恼。哦，反正恁见到，你也无做老水姐啊，你嘛是爱等，你嘛是爱等伊靠我多差。大家袂见到，哎，不好意思。我先袂见到。来一包肉嘛吼，三猪肉，100块，这个双皮包6份啊，卖够两差钱啊。就可以，等清我。你家先不接。来，这是来小香肠来，小香肠来，大哥来开始，小香肠来，小香肠谁买的？来吃霸王哎，哇，别别别别别，来别讲鲑鱼来开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等那么等，我明天做一份过来。阿爸碗啊，没有阿爸，泡菜贡丸，没有卖完，对，菜呢，泡菜贡丸跟姐都有，来，鲑鱼500块，我给你抓的哦，今天给我设的呀，以后嘛，多久设的啊？鱼设的，以后变料鱼啊，我多一点给抓的来啊，你吃完呀？哦，这一袋吼，咱半斤。半斤哇，巧克力半斤，特别巧克力半斤，给多几斤？来，我们吃这一片中，大概180-190左右，来500块3条，还是条？是哪边啊？天气大地，恁个高呢？来5条，你来500，等，这3条，来6条，你来500，今天不到100块的大鲑鱼哦，来3条、4条，来5条，来这条鲑鱼，来鲑鱼500块，要买要快啊，我白命。不过年啊，鱼也无放啊少，常常要恁买等于顶的吼。过年较免买啊贵，大概500块一个较少，我绝对会上好恁来。500块的鲑鱼要买要快哦，没有很多了吼。哦，今天鲑鱼没有很多哦，通通便宜卖你们来。我这条鲑鱼也要放哦，我今天一个看好恁来。啊，第4条我哋，6条我哋来500。来6片，来3片。啊，你是买了拍菜馆？来5片。来1300块。够人没看到？来，还有。不要担心哦，买熟的时候还有量，我比较熟好的，无量我变熟好的。来500块，哇，漂亮！来都拿到了吗？来，小姐没拿到，不好意思，哎。来，最后2位了，我也有发。刚提的这个发了，是不是有？有，下上一点，你来500块来。多。点哪里来？这点，我发过来。
五百块，最后一位了。喵，来个八，五位老板娘，来过来。哎，小姐，后面猪排呢？哦，一路猪排到客家馆。五百了，免五百啊！来这样，给他等你煮。重量包这个肉，一包里面差不多二十块左右，看大小块。然后来，微姐，免五百，能包四包，来三包块，三百块牛肉卤。重量包的牛肉卤，大家一多来哦。我的阿弟五百五百啊，我全多过来来五百来。来，大哥，全多啊，第二五百，来，一人一张啊。来三百块牛肉卤，三百块要买要换，最后两位。意大利面当中。哦，意大利面。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吃这个。来，要五百的，三千的。来五百的，谁拿的？来千的。来，四个。最后两位了，牛肉卤。三百两，基本上买没有外了哦，还能存钱哦。来三百。这边拿面包。来春节让给你，来三包。两盒两盒不是一盒，一盒两百，两盒卖三百。最好减三包。一等猪一包得来，你满足两包一包，收济你会吃完哦。来三包，最后一个牛肉炉。阿伯买个就。春节两来喝来，哇，意大利面来。五百的，五百你加你加，好啦，等伊在关键时间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嘛做看呢，你袂较紧诶，打拢对。哎，看到你们跑过来，十包两，一包免两百啦，八百八五呢，一百五。十包诶，三三三哈，诶有诶哈，你有啥好啊？我写下来，八五出出。十包两，你一包免两百，经过免两百八五，来一百六，一百块，十包两啦。我肯定要买十包，准备八五嘛收收。来一包肉，十包两，来十两。好，来五百块钱的，再来哦。来我被清淘吧，是的，阿爹阿爹，阿爹唔当收钱，当华人啊。来三妹，来准备包五块钱，上门去了。各位早安。五块钱上门去了，哥。早，我哥就可以慢慢的吃午餐了。有了吗？大哥有什么？好啊，阿姨包你改处理，没事。我喊住我来叫。那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意大利面两百块，还两个人给你。OK。你包过哪位啦？你有两百。刚好来得及，还有意大利面。来，也是猪排来，八六两百块来，赶快赶快，小姐在后面等很久了。来三点，来四点，来五点，来六点，来七点，来八点，来九点，来十点，你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也都猪排两百，多谢啊，真真好啊！来快点，你的恭喜贺啊！来两百块，来七点，来五点。